是纸飞的，我把你走。哪里搞成？你是自动的，你从什么线路？公路那里，你走什么？这个鸡交警好像抓了，那管卷进去嘛。我想杀鸡的吃。那王叔，你妈一天到晚把晋江吃。你的碗妈妈给你打还是你自己打呀？自己打。那你自己打吧。我打那个山，妈妈够没有了。够了。开口，开口。你的这个放这里。碗。这个筷子好吗？我们两个看到没有？要不要吃这个？好吃吗？为什么写那么快的呢？不要掉下去哦。